大家好，我很高兴你们都在这里。我叫 Dominic，我有两个中国名字，一个名字是白龙，别的名字是欧洲龙。我在维也纳经济大学学习经济，也学习汉语。明年我去上海当留学生，冬季大学，谢谢你。2008年2月，我来中国，所以我能过春节，太好了，这个。很好，太好，哎呀！